接下来派红狮出马啦 ，Let's go。 咱们红狮来的地方就是美女买烟街跑的西门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红狮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红狮。你干嘛啦？快说！哎，你不要乱碰人家。今天我跟红狮，我们再度又来到西门町这个最热闹地方，叫新宿。根本就是你家后院。哪有啊？刚刚我们在来的路途上呢，我们已经打电话跟红狮确认过，听说你知道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？找美女，在新宿找美女。你刚刚有没有碰到？我刚才是我在物色了几个。你觉得你自己正不正？我觉得还 OK， 就是你有百多万的，你在那边无名，他都600多万了，你知道吗？600多万每天都有几百万观赏你的人看，所以你自己觉得自己很正。我觉得这个得体的人可以吗？但是我跟你讲，你今天要找到那个女生要比你正。那我觉得是有点难度。我也这样觉得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好不好？马上你讲了一句好话。所以你觉得今天的重点会放在哪里？你我们可以找可爱的、性感的，或是阳光的，或者是怎么样？你觉得？这里应该我觉得都可以找到，但我想要找到眼睛大的。但眼睛大的，然后呢？然后身材看让人会看了很想一直看他的那个。我想一直看他就还好。对，还有嘞？大致这样。腿要不要长？ 你应该注重腿吧？我不能参加任何的，就是因为我怕，如果我选的话，可能我就是第一名。好，那我找一个腿还不错的。好 ，OK， 那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眼光会赢谁？我的眼光今天会有谁来比？米奇啊，豆腐啊，强强啊这种的。米奇？你跟米奇眼光超烂哦。对，他会有一点还好的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赶快进去选择一下。好，耶。 咱们讲话虽是相当谦虚的，网络人气王红狮开始出发寻找美女，到底他能不能顺利找到呢？我们现在就是要找美女，可以帮我们拍个照片吗？哦，好，他好啊，你这么容易就被爽快的女孩子，他 OK， 又可以跟他拍照。先问一下，你今年贵庚？19，19岁，他比我还小哎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千万不要尝试这种装扮。 以你的年纪，我们觉得应该要像他这种青春活泼亮丽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，可以。但是你愿意让我们拍照吗 ？OK。但是是要扮鬼脸的，是要跳脚。可以吗？这样。翻白眼的。我不会。好吧，那就算了，来啊，帮你拍，拍好看的。咱们红狮找到第一位美女，就是这位年纪轻轻、打扮却相当成熟、性感的美女。 我觉得我们在室内没有正妹，我们要走出户外。没错，走出户外找一下正妹。哎呦，你看一下，怎么样？我先进去看一下。我们先假装逛街。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 太明显了啦！以后遇到这种事情，记得要先找他拍一下，之后再进后置剪掉就好啦，这样不会那么尴尬的。没有啊！啊，他跑这么快！好，快！去哪？不知道，跟着阿万的脚步就对了。赶快！疯火子吗你？ 神经病啊！一个人穿制服在路上，在经过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现正妹的红狮，在此时忽然发现正妹目标，但是正妹不知道为什么走得超快的，所以他们红狮也只能拉起裙子追了。太醉了啦！你死我消消的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开玩笑是不是？ 看来正妹们不太容易在这段时间出现呢，但是咱们的红狮也是不会轻言放弃的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
你看它外面摆饰这么的可爱，里面的人应该也很可爱。你进去先看一下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那你跟他现在重点要来了，你要说服他。我们是那个，我是黑社会的粉丝。等一下，你知道他？你等一下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知道啊。谁？耶！谁？他是谁？看吧。好，那你可以说服他。那就我们今天要找美女，然后是在 MSN 吗？你不要，我加入他的，加入他的 MSN， 马上加入。哦。话说小香，人家楚留香是堂堂的大侠，而你这个处处留香却是色鬼一个，惭愧呀，惭愧。所以可以要一起拍，对不对？一起拍。你要一起拍啊？是一起拍吧。很久哎，你们。你的相机好像快坏了。屁耶！这位可爱的大眼美女，就是红石找到了第二位整妹。有鉴于刚刚在西门町哦，有点红狮，因为他太高标准了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喜欢的。我们现在马上就来到忠孝东路，这是他们有名的216巷的巷子口，这边就是有，感觉应该会有很多美女，嗯，而且我觉得这边一定会有比你正的。怎么样？我想赶快找到嘞。你现在赶快找寻一下，左边看看，右边看看。你觉得那个？他是在等人吗？我觉得他很白皙又很辣。扫他一下。他，你看，太他。让高标准的红石惊为天人的美女出现喽！米奇翻遍大街小巷，才发现了超级正妹。有正妹。耳闻这家公司有一个很漂亮的新来的人呢。哦，找一下，你过去。嗨，你这是我们家公司。对，我就知道就是他，我之前就有听说他很漂亮了，新来的人，鸡丝桂纶镁的气质美女，千万别错过。19岁，很young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他，问什么问题？问他有没有男朋友？有哎，大啦，拜拜。不需要，不需要，好，对哦，好，再问他。我还问什么？就这样子啊，问他，就因为我们家要找美女，那你可以就是给我们拍一张照片吗？可以啊。你愿意吗？可以，愿意。我先问他，美女好心肠，觉得你跟他谁比较漂亮？他比较漂亮哈。啊，我觉得你才漂亮啊。好啦，这一位连咱们红石自叹不如的美女，就是他找到第三位美女。谢谢，拜拜。刚刚这三位来讲的话，你自己有心目中的人选了吗？有啊，有那个很白皙的那个女生。对啊，你们呢？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？最后一个吧，最后一个吧。到底红石会选择哪位正妹成为他的王牌美女？刚刚那个三号来讲，也是你的人选吗？嗯，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也吓一跳，怎么那么漂亮？就是他真的很亮眼，可以在人群当中就可以看到他。在人群当中会看到你吗？可能有一点模糊。为什么模糊？红色算我们班算蛮漂亮的啊。对啊，公认算漂亮的，对不对？国中生、高中生都那么喜欢你，嗯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。现在还是这样吗？现在国中生还是喜欢他吗？还是一样。是啊。他无名相簿都是排前几名的。哇，我问一下国中生，你们班有在讨论他吗？小孩子？会啊，他们都会开玩笑说，你把红丝带来介绍一下。怎么介绍啊？就是你们班男生会这样讲？就是他们遇到，他说，你不是黑社会的吗？就带谁谁谁来这样。那豆腐，你们班有在讲吗？讲有啊，我们班男生都说可不可以请红石做菜给他吃。好，哇，很深入这样哎，很红哎。谢谢。嗯，好，那现在出牌了，出哪一张？这一张吗？王牌啊，我的王牌。王牌，三号王牌。咱们红石最后选择了这位连他都自叹不如的正妹来当他最终美女牌。那下一位呢？豆腐，请出动。